强台开密在高雄地区降下超大豪雨，30号呢凌晨3点左右，仁武区的八德西路口就因为雨水相含的接缝处渗漏，导致路面下陷，出现了一个约长5公尺、宽3公尺、深度15公分的一个凹洞。经过水利局还有道工处紧急抢修完毕后，也在当天下午就恢复了道路的通行。水利局研判呢，这个坑洞呢，应该就是强台开密大量的雨水冲刷，导致雨水相含，还有管线接漏处漏产生了渗漏，也造成了路基土壤的流失，因此路面下陷。